宝宝。嗯。你起床了。嗯。哎，老婆。嗯。我问你件事儿呗。怎么了？你说。你说你长这么漂亮，还有身材这么好，而我是一个臭屌丝，没钱又没势，完了这房子也是租的。你说你当初为啥嫁给我呢？你还记得两年前你帮助过一个乞丐吗？乞丐？没有。两年前在马路上给了一个乞丐5块钱，一个老头，记得吗？花了2元钱买吃的活下来后，又花了3元钱买彩票，中了500万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他孙女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个老头先去了一趟泰国，再去了一趟韩国，然后回国，就嫁给你了。好了，我去上班。我操！关注聊校大，拯救不开心，每晚6:30，不见就不散。